台南建设400年，各地拢有无同款的活动，或者是艺术的设计。其中咸水区除了是拄啊结束的咸水风炮甲月顶港的灯节之外，咸水公所头前嘛是真水，画面上看到的都是这回公所特别设计的艺术作品。台南市版呢，到处我们都有很多的灯展，包括我们看到武庙、上帝庙，还有我们一些庙宇，其实都有跟着我们做一些灯的一些布展。那公所当然不能落后啊，哈，所以我们除了有两朵新灰灰，就是你走到那里，它是一个互动的装置，就是你走到那边，花就开了，让你的心情就开放起来。那旁边呢，我们有组了两个炮城在那里，那两个炮城呢，就是仿我们一般的炮城的制作。甘水公所表示，新灰灰的活动宗旨，去年受到不少民众的喜爱，今年再度来登场。伊这回又搁专工做一座高水的炮城，并且设有祈福的专区，让民众来 DIY 求平安。我们那边有一个祈福卡，你把祈福卡卷一卷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引线，你就可以把它插在我们的炮城上面，然后把我们双面胶拿弄下来，你把它贴上去。到时候我们到了元宵过后，到了三月底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些炮胶都收起来，然后把你们的祈愿卡我们会拿来庙里面一起把它化掉。也祝福大家在这新的一年，大家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就像市长所说的，龙喜利啦，金龙年，大家欢喜顺利，都过着一个好好、快快乐乐的、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一个好年。甘水公所进一步指出，民众若是元宵节无看到风炮不要紧，甘水还有坐坐好佚佗的所在。预定节嘛将会伫三月初三结束，欢迎乡亲把握着机会前来欣赏。甘水新闻网的甘水采访报道。